苏州大学里，学生们正在上苏绣课，听课的是一群女学生，讲课的却是一位男老师。老师名叫张雪，他是苏州为数不多的绣郎之一。张雪出生在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作为苏绣的主要发源地和生产地，镇湖曾号称有8000绣娘。在这里，家家户户只要有女子就一定懂刺绣，很多女孩就是在母亲的绣架边长大的。张雪虽然是男孩子，从小却也接受了母亲、奶奶等女性长辈的熏陶，在苏绣的氛围中慢慢成长。张雪的母亲薛金娣是江苏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她从事刺绣已经有将近40个年头了。其实我怀孕我儿子真的没有说少做活，预产期到了，然后呢我去医院，那个医生说可能要明天再生，所以我又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又坐在奔子上面绣了，我婆婆看到我又坐在奔子上面，她说你要生了还在绣，我说我要快点做好。那么到晚上真的生了，结果生下了一个男孩，我觉得很失望的，哎呀我很不高兴，人家生了儿子真的很开心的，我一生儿子我反而倒不高兴，因为我心里边一直想生女儿嘛，所以觉得哎呀，我说刺绣没戏唱了，就没有人继承了了。童年的张雪并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贪玩，他在学习上也从来不让父母操心。每天晚上，张雪一做完作业，就会坐在绣架旁边帮妈妈分线。那时候家里穷，刺绣几乎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高中毕业后，张雪考上了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亲朋好友们都觉得将来张雪应该是要去银行或者跨国企业里面工作，但实际上对于自己未来到底要从事什么职业，张雪心里并不清楚。就在张雪大学快毕业的前夕，薛金娣的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由清华美院的设计师来把关的单子，对方要求做一幅双面绣的屏风，屏风上面还要雕刻图案。于是张雪协助他母亲将传统的山水花鸟图案发给对方，但他前后发了20-30个图案，对方始终都不认可。我妈有点想放弃了，说哇这个甲方爸爸要求太高了，太严苛了，我们可能满足不了他嘛。然后后来我说那个我要不我们自己试试看，就不用那个现成的那个图案，我们自己来做图案来试看。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人家全部都不认可之后逼着我们来的。我当时就在想，哎，如果像那些繁复的传统的图案他不喜欢，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来。那么我就从网上找了一个青铜器的一个凤鸟纹图案，然后在那个青铜器图案上面又做一个改变，那个稿子过去了以后人家就一次性就通过了。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哎，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我们年轻人来传统行业这个也能够有所贡献。通过这件事，张雪看到了苏绣目前的局限性，也看到了自己可以施展才华抱负的一片天地。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不干脆回到母亲身边去当一名职业绣郎呢？他是男孩子，不会勉强他来做刺绣。他如果说喜欢的话，其实我们是最好的了，因为我自己对刺绣这么喜欢，然后有个接班人我算。他毕竟读了这么多书，可能看的东西啊跟我们眼光啊什么，所以他觉得就是刺绣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那个东西出来嘛，所以说不是说一定是很传统的。大家看到这个龙整个用到的就是盘金的做法，看一下，它全部都是用金丝再用另外一个线固定上去的。因为苏绣非常传统，
传统到很多人对他的观念的理解都停留在原来的一种阶段，包括我很多时候去博物馆做讲解，包括有朋友来了以后，他一看你们，哦，你们的刺绣是做成这样子的，他下面紧接着一句话，哦，你们跟十字绣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我会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苏绣也非常的有名，他第一反应的还是十字绣，说明十字绣做的普及做得更好，咱们这么传统，然后很多时候又不为人知，你如果再慢慢接下来，以我们现在社会往前发展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只会不断的萎缩，越来越少。对于张雪投身苏绣行业，很多人并不赞同，反对的声音主要有三种：性别界限、高学历从事苏绣可惜了，以及苏绣的整体前景并不乐观。但是张雪要证明给大家看，自己不但能从事刺绣，而且还会做出不一样的刺绣，给苏绣带来新的提升空间。原来苏绣是没有设计这么一个说法的，就是我直接拿过来一个图稿，我做成刺绣然后来卖，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像我母亲他们做的这些刺绣工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它的题材，它整个的这种风格，我觉得它是给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来服务的。好，回归到我们现在，那我是年轻人，接下来像70后、80后、90后，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刺绣是能够为他们所喜欢的？我发现市面上也没有，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就在张雪苦苦思索如何创新苏绣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让她找到了新的方向。为了给一对好朋友送上新婚祝福，张雪尝试先将新人的照片画成素描，然后再根据素描做成刺绣。今天应节目组的要求，张雪又来到她好朋友的家里，看看自己当年的作品。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跟他6年多没见了。是的，但是有一个什么呢？这个我跟现在的我差距有点大。我也是，我胖好多。是吧？你胖了多少斤啊？我30斤有了吧。这谁来？这谁？爸爸。这个、哎呀，这个来。妈妈。哎呀。那时候妈妈好看，现在好看。嘿。谁什么时候好看？现在好看。我没想到张雪会精心准备一个这样的礼物给我们。真的是那时候是拿过来就是觉得从来没有见过收过这样的，人家就只会买那种现成的。我是当时没有打开看，这个理解。但是回到家里之后，晚上我们去看一些同学包括朋友送的一些礼物的时候，发现这幅画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对，我们那时候我姐姐还跟我婆婆研究，哎，这个东西到底是画的还是绣的，就是看不出来。是的，这种基于真人照片的素描刺绣在苏绣行业里还从来没有人做过，看到自己大胆创新的作品还挺受年轻人欢迎，张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对于刺绣的这种认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方面是有没有我们能够买的刺绣，第二个，现在的刺绣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是像之前那样的，比方讲荷包、被子这些，还是像我母亲他们那辈，包括哎双面绣苏绣的猫、螳螂猫那样子，或者是像古画这样，有很多可以值得思考的这个东西。你是否创新就是跟传统是做对立的？其实看刺绣的历史，你就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刺绣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其实我做这些，就心态是很坦然的，因为我明白了，就是我们是可以这么去做的嘛。我觉得其实他喜欢尝试也是很好的嘛，不过因为他的理念呢跟我呢有时候会两个人有我是走自己的，他是走他的，不过到最后呢两个人还是谈得蛮好的。我2014年提出那个刺绣可能性探索实验之后，我们基本上在我自己维度认知里面的这些方向我们在不断做尝试。我刚开始刺绣是不需要设计的，再加上现在做设计，然后这种设计的感觉比较偏现代，还有的话就是刺绣始终是二维平面的，能不能从二维跨到三维，还有的话就是做跨界，我能不能刺绣跟另外一个东西结合变成一个全新的，或者是让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的。
挂在寒山美术馆天花板上的这幅作品是张学创新苏绣的代表作《星空》，他的创意来源于张学看到的某个关于宇宙的电视节目，节目里星空的画面触发了张学，他觉得这些星星的形象很适合用苏绣里面一些少用的针法来体现。因为我们做的题材基本上用的针法比较少，以前40多种针法，现在用的针法也不多，基本上平绣、乱针绣，然后打直绣多一点，其他的针法都不再用了。所以他说能不能把这些针法表现在一个画面上，那么他想来做一个星空，星空嘛可以容纳很多针法进去。你比方讲星空，可能你真的就是做了那一件东西，让大家觉得刺绣原来还可以这样，但是你如果不做，大家始终是觉得刺绣还是很传统的，那你又觉得做那件东西的意义又特别的大。所以就是我就是觉得身体力行，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吧。有些不是你能力范围的，你只能呼吁，你可能改变不了，我能改变的从我自己自身做起，就这样。很多年轻人根本不愿意把刺绣作为终身的一个职业，或者说他原来心里怀着梦想是愿意的，但是一到真正到我们绣庄来做个2个月做个3个月，他发现梦想跟现实之间哇差距好大呀，他就放弃了，又去选择做其他的行业。对，这块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这个中间这块稍微加一点颜色，然后让它里面那个层次感更丰富一点。对，把它远山那种感觉做出来。对对对，对的，再加几针。像我们苏绣行业要培养成一个职业的绣娘真的挺难的，但是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我可以去培养这些爱好者，这些爱好者他并不想把苏绣作为终身的职业，他可能只是说我生活当中我有空的时间我做一点小东西我自己用，这也很有意义，对不对？然后就是像这样啊，把大方向这样弄下来，弄下来以后里面不断的塞，里面不断的塞，这样子就可以了。今天张学要绣的是一幅特殊的作品，那是他母亲的肖像。从小时候坐在母亲身边分线，到现在继承母亲衣钵从事苏绣，张学这一路走来离不开母亲的呵护。尽管有时候母亲也会觉得张学做的东西太简单了，但他始终还是支持儿子的创新实验，并且每当张学碰到技术难题的时候，他都可以帮儿子解决。张学觉得母亲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心里只想着要把作品做好。不过正因为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刺绣上，薛金帝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像他颈椎这块包括他眼睛这块就不是很好，然后他自己在刺绣身上投入的时间非常的多，因为他太爱刺绣，太热爱刺绣了，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忘了自己身体是这个样子，可能很多时候还是会连续很长的时间进行刺绣的创作。很多时候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一直会给他捏背这样，然后给他敲。我当然心里面也非常的希望能够有一个仪器，或者能够有一种治疗的方法能够帮他根治身体上这些痛苦，但是没办法。这么多年接下来了，你一时之间叫他好就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的耳朵前几年我真的去了好多地方看了，磁共振也做了，他说神经的毛病，他你可能过于紧张啊，什么的工作太累啊造成的原因，供血不足嘛。那时候真的手机不能听的，一听到手机好像是
我一直说里边的那个耳朵里边的那个膜坏了，这种感觉不能听到很脆的声音。比如说一个东西掉在地上，我的耳朵很疼的。十几天之后，张雪完成了这幅特殊的肖像刺绣作品，并把它送给了母亲。母亲给儿子的是来自过去苏绣深厚传统的支持保障，而对于未来，张雪还有着她自己更多的期盼。就我还是希望自己接下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再好好的钻研刺绣的技术，然后也更希望就是能够做一些更多我心目当中想要去做的一些作品，包括可能也会去尝试很多很创新的方向。就是除了刺绣之外的我自己个人的时间，我更希望能够有更多时间去多去外面看看，然后多去看看更多更有趣的展览也好，然后我也更希望能够有更多时间去全世界各地去跑跑看看。张雪，这位年轻的85后绣郎，既坚守着从母亲这边继承下来的苏绣传统，又在积极开拓着苏绣更多新的可能性。张雪的下一幅作品叫做《梦境》，她将采用一种更为大胆的方式，尝试用刺绣的语言来传达出梦里面那种虚无缥缈、思维碎片式的感觉。这一针一线正在勾勒出一个追梦的绣郎。